新民首先要先带大家来关心德格乡的消息。受到大环境无景气冲击的影响，大数素报盈利减少，但是关心家己囡仔教育的精神并无停下脚步。由大数关键的中兴国小新建教室大楼，伫上午举行动土典礼。中兴国小位于海拔1400公尺高，是身为大数企业营养关键上高海拔的学校。德格乡中兴国小个位在出名阿里山高山地石道地区，拥有第四个地乡产业风貌。离中兴国小的老教室已经真老旧，有40几年的历史。新建的大楼是由大塑企业来捐赠兴建，并在上午举行着动土典礼，是由馆长张华官、大华公司执行的副总经理陈秋明、德格乡长吴良江、阿里山乡长陈明立等人共同主持仪式。第三层工程圆满。校运昌荣，里程明鹤。你受到大环境无景气的影响，大数企业营收减少，但对偏向教育的关心并无停下脚步。这次捐赠中兴国小新的教室大楼，总计4402万，李管户是补助140万块来办理水土保持。这个尤其在嘉义县呢，我们在嘉义县，那么我们认养了27所，那这是在。嘉义历任县长的这个争取啊，那么总共也有423间的教室啊，总共大家投金额有24亿。这栋新的教室将有3层楼，拥有15间教室，预计2024年2月分来完工。新校舍将融合学校特色，外形设计加上着马赛克拼贴的图样，并来营造出更优质的教学环境和学校的景观。我们的小孩子有他们的特色，我相信在21世纪全球不景气的时代里面，他们反而 有他们自己的竞争力，有他们的竞争力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培养他们的特色，因为特色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里面，要让孩子有自己的特色，能够在一般的学科教育之外，还要培养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的特色。馆长张华官特别感谢大数企业，虽然面临大环境的冲击，但长期关怀地方教育的脚步是唔捌休困，不止造福着海区的学校，更无袂记哩山区的偏乡小校，把家己人当作家己人，是体现着国际企业对地方教育公益积极的作为。西新新闻邓凯发，德格乡蔡宏报道。